来为您介绍一种最新的清洁剂新1.0去污漂白杀菌洗净清洁剂，这个清洁剂效果非常的惊人，只要轻轻的一刷，凡刷过的地方必留下白下下北下下的洁白效果。因为我卖得太好了，所以要买要快哦，我卖到仓库只剩200多箱，我去把它通通都搬出来好了，等我一下哦。好像真的挺不错的耶，爱看了都想试用嘞。这里有在卖清洁剂啊，哎，刚好我正需要，哎，不知道效果如何啊，可以试用是吗？那你示范给我看好吗？啊，后来啊，这哪些给你抹去的。然后呢，就凡刷过的地方必留下白下下的效果了。哎，乖乖嘞，怎么刷不掉呢？我就知道那些舌灿莲花的购物专家都是在骗人的啦。哎，我衣服很贵耶。凡刷过就会白下下的，大子嘞，怎么掰不回来啊？通过这个会员胜利衰了啊，没变弄。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哎，这要怎么用呢？再等一下，我去找哆啦 A 梦来救你们。靠腰啦，哆啦 A 梦是下面小叮当，没错，哆啦 A 梦就是小叮当。欢迎光临我们这个算得很准但不一定很稳的水晶球命理中心啊！让我来看一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艳遇啊？啊，你卖搞这老熟女开玩笑啦！哦，而且短期内可能有一个白马王子会出现哦。有白马王子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，不过他的白马有点像乳牛就是了。不管是骑马还是乳牛啦，是王子就好喽。这个王子会很帅气，而且会很快的就爱上你。哇，哎，我的灵感不见了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出去碰碰你的缘分吧。哟，怎么有马叫声啊？哇，真的有白马王子啊！那个算命的还真的讲的一点都没错啊！哈，阿弟这真有气，干不？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，来，让我们热情的去约会吧！哇，还真的有这种事哦！那好啦，阿伯，咱来去啦。来吧，坐上我的马，骑上我的驹，拿着我送给你的花，让我们一起去开轰趴。来，绑好安全套，戴上保险帽，让我们来一趟爱的之旅吧。很久很久以前的，从前从前的，古老的过去的，不知道多久以前，有一位长得非常英俊的王子。这个王子一直深爱着美丽的公主。你看那个王子好像一直在看我耶。我是想吓你，不是吓到你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你说话也太老实了吧。好吧，我长大也要当王子。这招我也会啊，谁怕你啊，了不起啊。哎，干嘛来问个熟吧，很难得可以看到历史人物站在你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哦，亲爱的公主。啊，那居然是活的。当烘手机不能烘干你的手，反而喷得你万民转倒灰，这个时阵的这时间你要如何是好？手烘干，等一下牵马子的时候手才不会湿湿的。哎呦喂啊，哎，这是灭火器还是烘手机啊？啊，吓得人家花容失色，花枝乱颤啊。哦，天哪，我受到
沙尘暴的侵袭了。啊，我查查你是去有沙尘暴侵袭，还是去有顽皮暴侵袭？你为什么要连累到我？你有才调做小白脸，那是恁家的代志。啊，你给我创到安尼，我敢会看见？夏日里到海边泡泡海水，晒着太阳做个日光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但是遇到了我们无厘头又撸小小的整人大队，肯定会让你好气又好笑哦。哎呦，看你这人呢真无聊啦，无论是吃饱饱是吃饱了撑着嘞。另外有可爱的小灰灰，你头这么大后扮的会扭错，特别准备了大凉水吗？胖子大哥，现在已经不流行一白遮三丑了啦，现在流行这个阿翠欧大扮，我们要健康美，还有你走啦。我是张国志老师的奶妈，奶妈又来啦！嘿，阿恁两个妹妹哈、啊，奶妈在节目上面有没有说过，遇到我们欢乐整人大队一定要回避，要回避，要回避，要回避！啊，奶妈在讲，你们有没有在听？没有嘛？啊，结果嘞，被整了吧？啊！啊，奶妈之前有没有在节目上面说过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在原地转圈圈，不要转，不要转，不要转，不管是炒股票、做生意、谈感情都一样。奶妈在讲，你们有没有在听？没有嘛？啊，所以嘞，你们现在在干嘛？这么爱转，不会去做旋转木马的哦。看我这个婀娜多姿又苗条的身材，这个空位我应该挤得下来，我可以休息了啦。你就当哎，你拜托今天就要修你小肉上啊！真是笑，你们没听过家有一胖，如有一胖这句话？我是在泰国得过他们选美队的冠军耶！关于你个大头鬼，我看你是冠军吧。我是国家主不能碰猪肉的了，麻烦你过界一点好不好？不要害我过界的了。哇，找到一个贵宾席了，两位真贴心啊，帮我保留这个位置。哎呀呀，这里是保留给人，不是保留给猪的啦。是啊，你那里靠着我，我这些都无行情了，好不好？粗心大意的妈妈，我的大衣忘在楼上了，我要照顾 baby 啊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啊，没有问题啊，你等会儿啊。
快变男变女变变变！嘿嘿，准备看他脸色大变哦。这位年轻的太太呀、啊，你怎么变成妖了？哎，这小孩子可怜了，没奶吃，肯定会饿肚子了。你的衣服，原来是爸爸哦！哎呦，我刚刚看错了吗？哎呦，你是难得哦，穿女装到百货公司来干嘛？你跟陈俊山约好的哦。来来来，赶快来换手。哦，小姐，太感谢了。哎呦，孩子的妈妈怎么不见了？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当我们孩子的妈的啊。我早上吃了包子粥。嗨，小姐啊，我认错了哪个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刚刚哪个太太还没走啊？什么你知道吗？定时炸弹啊！快逃啊！哎，这个是定时炸弹，哪有我李爷爷的可怕、啊？哎，几点了？我又没带表，我哪知道？还没带表啊？哎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还有三分钟就三点了。还有三分钟就三点了啊？那就调三分钟吧。那调完了还剩两分钟啊？哎，不要按了，那是定时炸弹呢、啊。定时炸弹？那不可能吧？这是李爷爷交代我按的耶。你居然会听那个老黄店的货？你们听说过李爷爷就是台湾政治的一颗定时炸弹吗？他们吵死你们的，还不快逃！快逃啊！快快快！除了那颗定时炸弹，没叫李爷爷那个老黄店回来的话，爆炸的威力会更大，到时候想逃都逃不了了。李爷爷回来了，他真的回来了。那个是不准我回来的，我还带礼物回来的嘛。虽然我不是带猫熊回来的，但是这个炸弹还是可以带给大家欢笑的嘛。整人大队又出奇招喽！我们要做出一个任意门，原本是要去医生的办公室，哎，摇身一变变成了厕所，而且医生还正在开门的人真是糗大喽！来看看谁是第一个受害者。医生，我很想念我死去的朋友。什么？用观落音可以见到他？打开那道门就可以见到我朋友？啊，小林，到天堂你还在闹赛啊？我会烧这个碗给你。啊！总要来看医生就已经很衰了，这下我该洗碗架吗？哎，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惊吓治疗法？不好呢，我的菜花被你吓到地上掉满地嘞。